广大的乡民告诉东哥，刚刚那个是前富邦 Angels 叫颖儿跟 Amber 吧，应该是这样念的。广大乡民告诉我是丢问题让你去查那个啊回答。哎呦，哇哇，那他们铁定是范国成的球迷啊，因为范国成这首熟得太好了。结束了在五局下半，中坚兄弟进攻，前五局打完之后，那富邦目前是2-1领先。欢迎